这马上就要元旦了，今天我跟尤里商量一下，打算去镇上给爷爷奶奶各买一身衣服。福晋最近降温降得比较厉害，而爷爷奶奶比较怕冷，每次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穿。以前都给买过厚的衣服，但是每次到换季哦，奶奶都把它收起来，都不知道放哪去了。老妈好了吗？马上好。走吧，给爷爷奶奶买衣服去。这边都是老人的衣服，很多啊。平时没有出来逛，没想到这边来的地方这么大。是啊，这一家好像新开的。我要买个外套吗？红色的吧，红色，马上要过年。红色的，几千。这个可以吗？我也是看中这一件，这个鲜艳一点。老奶奶看过来，你穿的还蛮漂亮哦。别说哈，你还挺有老奶奶样的。那只能说你。现在买进来会开款。是呀，还是这一件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这是够暖不暖？暖和，它这边加绒的，可以了。这个比较重啊。重没事，它是要买就要买暖和的，老人这个很怕冷，感觉还是宽的。嗯，爷爷太瘦了，穿了这么大的衣服，要不挑件羽绒服吧。羽绒服啊，卡西欧穿的卡西。爷爷还是比较喜欢长款的，短款的可能穿的不是很暖和。他们盖的屁股还是暖和一点。就这件，就这件，不要凹陷嘛，也耐脏。可以。啊，秋衣可以多穿，浅秋衣可以多穿，一条干三十二条。我意思也是给爷爷打底买两件嘛，可以啊，两件，爷爷给他挑两件。都套头了不行。毛也没有，穿衣服很难穿。爷爷自从这个手胳膊摔骨折之后，他这个手就很不是能经常抬得起来。那就只能像衬衫这种开衫了。这件看着还可以哦，很帅。你看，还这个问题，他这扣太小哈，你还得帮他扣。他这老是找不到扣子。不要定了，到底赶一波亲，这边单扣一下。就他了，好看吧？嗯，感觉挺好看的哈，还是老爸的眼光好。照一下镜子，不用照了，很好看。你都可以穿。就这样了，爷爷三件，奶奶也三件。行吧，买这套东西不打算折扣了啊？这些都是实价的，砍价。你看，像我们南一买好几件，都是福建老乡啦。那这满大街都是福建老乡。你这砍价砍不下来，850块，涨了啊！您好，你收款850元，也不知道爷爷奶奶会不会喜欢。你买的肯定喜欢了，会的，会喜欢的。孙媳妇买的，不喜欢也得说喜欢了。嗯，只要你买的。这是我第一次给爷爷买。可以我长大了要给爷爷奶奶买衣服，是吗？嗯，那我等着啊。那我们等着啊。甜甜可真孝顺啊。我要给爸爸妈妈买高跟鞋吗？爸爸不穿高跟鞋，爸爸穿高跟鞋吗？合适就行了，把它剪掉了。妈，啥地板说一点啊、哦？嗯。老妈还有脏衣服要洗的不？拿过来我一块洗。嗯